虑吧。不考虑。这医院对你来说是个大仗啊。This is really a remarkable program with a yearly funding of 35 million euros. And if you feel like this is an insufficient number, we can always find other charitable investors. There's never a paucity of benevolent philanthropists waiting to give you their money. 这么多钱研究前列腺介入太浪费了。那你上研究什么？我都 OK 了。嗯，这个，这个太难了，不行。宫内介入不是也很难吗？宫内介入你们感觉难，我们觉得容易，但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难。教，考虑吧。哎，教授，您转介入之前是搞心外的对吧？对，哎，那不是来我们这边啊？我们一起成立连体婴分离术的实验室，然后找慈善机构捐款。哎，等我们这边忙完了，正就有时间去你们那边了。哎 ，OK，OK 啊 ，OK， 没时间。小秃驴，你配合点行不行？我这为你筹钱呢。那也不能忽悠别人。我是玉帝的钦差，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。你还不乖乖的服管？来了，这是你的吗？对，我捡的，送养了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在医院捡的，看到名牌就送过来了。我前两天把他送养了，送到孕妇家里，估计家里人说了什么就给弃养了。孕妇可以养吗？我说了，不过我说的话有些人也不听啊。你看大闹天宫，我还看舒克和贝塔呢。行了，小雨伞送到了，回去吧。妹妹，爸爸，哎，宝贝，哎呦，笑死爸爸！哎，想不想爸爸？想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妈呢？嗯，我这不是太累，想歇一段时间吗？便宜谁不如便宜咱老姐们儿，是吧？等赚钱了再给我分红包。好嘞，老公回来了。哎，老婆，哎，累了吧？啊，还好，歇会儿。哎，老婆，嗯，你那些货呢？怎么都没了？不干了，收手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啥为啥呀？这炒股还有个割肉止损呢，是吧？我想好了。我去找个工作，在楼下给人看店啥的。钱虽然少，但事儿也少，还不耽误我接送孩子，是吧，宝贝？老婆，我这儿啊，那个……哎呀，不就是被辞退了吗？没事，老公，一起扛。谢谢老婆，谢谢，谢谢。可是我这没事了，妈妈流血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别丢下白羊。妈妈，哥哥，你不是医生吗？你快救救我妈妈。妈妈，坏了。
云哥，成功了！老何，哎，风和，哎，云哥，云哥，醒了，这是哪儿啊？你晕过去这段时间里，大部队抵达南阳镇，